天明之战火消神，无言顶峰再起兴隆，从如条例上夺标，小心恭维恭隆，金都更隆好，一向空气阳光一杠相似啊，一种感觉如鬼飘渺，心情无踪，眼神幽浮一梦，无罪的刀光剑气，大东家必杀，现在该怎样是好？要找人替大东家报仇，众人冷静，不可冲动。此人武功甚高，不过转眼一瞬，为他一鬼无心，哼，就安尼轻轻轻轻，人呀，此人非一般高手，现在要怎办？此人并无大本，咱继续将物件送至玉天殿，也好啊。先设法将大东家安葬，继续赶路。为此得心体，但无约一行人抵达天星山之内玉天殿，就是此地。此地庄严非常，但也煞气深厚。阮四个嘛是头一摆前来，用金水大东家前来的前辈，最后拢各自离开，为何？唔知，因为阮后来也拢无再见着因咯。正当谈玉，靠近眼前人墙，却发现现场气氛巨变，杀气窜升，瞬间五条无形失色，引出在场众人的眼眸。谈玉见情况不利，即运之气斩断无形灵丝，向出在场三人。有妖物，这支双雄猛烈警告对我无力。正当邓玉意识之际，银枪定天猛带妖气，随即现场陷入无形落网，一妖还一妖，妖害猛人现身。我能助你，方是最好。蓝色武功，必须呼风摇物，唯独也无害死。无形如雾，你死掉了。呼，为什么？为瑞的。难道如梦之中，你终究得知？哼！哦，好！玉天殿之内，同样必要关之要物，妖魔害无名出现，但无欲锐利敌气，万分危急。你死掉了，是吗？修复异形，怎么用再变如何？异形王位，什么？小不小木不木球？哦，一小几招小光点，瞬间就走来小红坡，是，好啊啊！现在该如何？只能相信谭先生了，咱今日嘛帮不上忙。谭武玉武功超群，但妖魔海却是兄弟气，眼前陷入僵持之局。好，不用，你杀不了我，那就气气之交。好。盈盈千红流，好，哦，
成功了，伊敢会阁活过来？小楚冰封，所以历经日亡。原来如此，想袂到逆天顶竟会比妖物入侵，实在太可怕了。赶紧将标人放入，对方把握时间。原来此地尚有机关。谭先生，这应该就是刀心体，刀下。这处刀下谭先生相中，刀剑锋芒，大东家一定的人马不顾牺牲，已经帮阮真济了。江东众人准备离开之前，杨木海竟然冲破冰封，跳。就在此时，听我一剑，斩断妖魔之手。啊！这道剑气，为何能一击毒妖？而且剑气之中，拥有一股如此熟悉的感觉。无言的背影，无情的剑光，依然冰冷。